我不进去，孩子，我不进去，我不进，孩子，你进，你干，别乱动，站好。那。坐下吧，你们先下去。阿先生，这两天在里面蹲着，很委屈啊，感觉怎么样？不怎么样。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继续在里面蹲着吗？嗯，我是为你好啊。谢谢。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几天的牢，你蹲得值。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一定办到。而你答应我的呢？嗯？尽什么力？太君，你要是想让我去对付马本斋，要对付他，说难很难，说容易，其实也很容易。怎么容易啊？太君，我不敢瞎说。太君，你要和马本斋硬碰硬的干，那当然不容易。可太君要是抓住马本斋的弱点，那可就容易多了。马本斋有什么弱点？太君您可能不知道，那马本斋可是个有名的大孝子。你只要是抓住了他的母亲，那剩下的事儿……行了，我怎么对付马本斋，不用你提醒，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找你，你不能找我。联系方式你都知道了，听明白没有？司令员，哦，又在写战斗札记啊。好，佩然，快坐。啊，不了，我跟你说件事。哦，说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咱们到外边走走。走吧。你呀，好，走。哎，走。佩然，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你要是不上马，我就不告诉你。嘿嘿，好，今天我就陪你啊，遛遛马，走走。有件事要告诉你。什么事儿？高兴的事儿呗。高兴的事儿，说出来让我听听啊。本斋同志，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你已经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这么说，我和你一样了。也将和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一样，为解放事业而奋斗，也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本斋，沛然同志，恭喜你啊！哎，亲家，哎，歇会儿，歇会儿，哎，咱们抽袋烟啊！好好好好。哎，我说亲家，咱本斋这些日子怎么没捎个信儿来呀？捎啥信儿啊？他当司令了。嚯，就是那事儿啊！啊，他当了司令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哎，那也该热闹热闹啊！哎，就是嘛。亲家，你这记性还真不错，就这么大的事儿啊！这咱能不清楚吗？亲家，你看这，我问问你啊。那本斋他们到现在一共打了多少仗了？哎，那他在咱东新庄打的仗算不算数啊？当然算数了。哦，哎呀，这可没了数去了。那你说个估摸数。哎呀，得100多仗了。不对，那你说，怎么也得200仗以上了。哎，没有200仗，这还得打几仗呢？那不打也够200仗了。这不到200仗吧？你看，你记错了。没有，我没记错。我说你记错，你就是记错。那不可能的事儿，就是你记错了。哎呀，你这人就是这样。你看，你这人，哎，我说你记错了，你，哎，这我说你记错了，就是记错了吧？你，这。哟，彩霞，怎么样这活儿？啊，孙女儿，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好，好，交给你们之前模范，我放心。哎，慢点啊，来，慢点儿。哎，小金叔，来，到爷爷这儿。哎，金叔，到老爷这儿来啊，来来，到爷爷这儿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到爷爷这儿来，你们俩呀。都一把年纪了，还没孙子懂事儿呢。金树，哎，你娘来喽！来来来，哎呦，宝宝啊，哎，哎呀，嗯，娘亲亲，嗯，娘，他俩生气了。别理他们。妇救会的事儿忙得咋样啊？啊，挺顺的。现在正搞减租减息运动呢，我都跑了好几个村了，还行。我们淑芳也成女干部了啊！爹，娘，我肚子饿坏了，吃饭吧。吃饭，金树啊！哎，我的儿肉，来，娘抱抱，吃饭喽，来。你们呐。就为这100仗、200仗的争啊争啊，争到什么时候是头啊？要我说呀，只要我儿子本斋能打胜仗，就比什么都强。走，吃饭去。走，吃饭去吧。我一直在琢磨一件大事儿，先让我猜猜看。好啊，你呀，是想消灭周朝贵，对吗？说对了。不瞒你说，周朝贵本来还可以让他多活几天，可是他伏击了沙维州的中队。抓走了我们的同志和战士，所以，我一定要消灭他。这打周朝贵，有没有个人面子的原因呢？消灭这周朝贵，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这也是从抗日大局出发。
你的意思是，杀鸡给猴看？对，也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汉奸们看看，背叛祖国，投靠日本人，绝没有好结果。看来，你已经深思熟虑了，有了完整的作战计划了。这个周朝贵，趁夜伏击了我们的三中队，那么我们就以牙还牙，也趁夜消灭他。还记得我们当年的牟平之战吧？哈，记得。当时你可是借了一条好道啊。嗯。这次我要大赚周朝贵一把。这个周朝贵在淮镇起家，经营多年，可谓城坚强固，再加上有日本人撑腰，更加肆无忌惮。我准备让我们的一部分战士化妆成百姓，潜入河间。嗯，你的意思是来这个转门计？对。哼，好一个转门计啊，本寨。佩然同志，如果你同意的话，我马上拟定一份作战计划报告给军区。这个周朝贵人马众多，如果能得到军区的支持，那我们一定能打赢这一仗。好，上级一旦批准，周朝贵的好日子就算到头了。对，佩然同志，我们回吧。好。哎，还有事吗？有倒是有，不过还没到接锅的时候。好，那我就等着吃你的热包子。嗯，走吧，走。进去。啊，是你，少普，还真是你啊！你是谁啊？我李刚啊，我是李刚啊。李刚啊，哎，这是你啊？哎，还有谁啊？什么还有谁啊？哦，不光我一个，延安那几个同志关在那边了。哎呀，这什么地方啊？啊？哎呦，啊！我怎么上这儿来了？嗨，这是淮镇，是周朝贵狗日的地盘。哦，原来我不在这儿，怎么给我弄这儿来了？啊，我明白了。那是周朝贵要杀咱们，让咱们见个面，完了叙叙旧。哟，你太抬高周朝贵那狗日子了吧？他能有那么好心？哎，对了，你看看，你看看，哎呦，你看看他打的我。哎呦，他可真狠呢，疼啊，疼。哎呀，哎，你呢？我这是那个杠子勒的，是内伤，疼着呢。我，李刚啊，咱们回民支队的，在鬼子面前，可从来没有当过孬种啊。嗨，我李刚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孬种过呀？不对，没孬过，没孬过，不孬。哎，疼哎，哎呦，哎。司令员，司令员，铁男呐，来来来来，进来。司令员啊，来坐。怎么样，腿伤好了吗？一颗子弹还不能把我铁男怎么样。哎呀，铁男呐，你虽然叫铁男，但终究不是铁打的，以后得小心，知道吗？啊，知道了。
可我也得给你提个醒。哟呵，我本以为我们铁男真是个假小子，没想到你现在也学会关心人了啊！好，呵呵，你这份心意啊，本司令领了。什么领心意？我想说的是，司令员，你得多提防上尉赵中队的人。嗯，铁男呢？这话可不能瞎说啊！我没有瞎说。这几天我躺在病床上，越想越觉得三中队那次大亏是吃在他们自己人手里。不会吧？我真的没有瞎说。哦，不是不是，铁男，我的意思是啊，我们的侦察班长不仅勇敢，而且啊，还学会了用脑子思考问题了。铁男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个周朝贵一定是得到了我们的准确情报，可我一直没有往自己的队伍里想啊。司令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铁男，这件事情非常重大。啊，等我和刘主任研究了以后再行动。如果我们的队伍里真有这样的人的话，一定得把他揪出来。嗯，好，司令员，那我先走了。好吧。哎，铁男，嗯，你看看，你鞋都坏了，拿去。给我的。啊？司令员，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细心了？嗨，不是我细心。那谁呀？你嫂子呀。谢谢司令员。嗯，好，去吧。是。让中华天兴堂，一二三四，哎，把这段使上劲儿啊！好，佩然，啊，啥事这么高兴？司令啊啊，司令员，穆干事啊，帮咱们回民支队抗日剧社写了一首歌。哦，哎，你要不要听一下？好啊，哼来听听。滴滴滴答滴答哒哒哒哒哒。滴滴滴答滴答哒哒哒滴答哒哒滴哒哒滴滴答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滴答滴哒哒哒滴答，一二三四。嗯，司令员啊，你觉得怎么样？好啊，慷慨昂扬，充满了战斗激情。哎，这首歌叫什么？啊，这叫《回民支队战歌》。这样吧，你把歌词啊朗诵一下，让司令员听一听。好。我们是刀，我们是枪，我们是回族抗日装。收清，收清，收清啊，收清，站住，收清，收，放开他。八司令，看在往日你我的情分上，你放我一条生路吧。太晚了。是，带走。是，走。收清，不，收清。带走。少府，啊，少府，怎么？铁男，
少府，李刚，你们来了，受苦了。啊，小申，李刚，谢谢少府，同志们，谢谢了，你们受苦了，李刚，谢谢。啊，受苦了，同志们，谢谢，受苦了，受苦了。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谢谢啊！单凭我们救不了你。啊？难道是司令员？司令员他亲自出马？给。他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别急别急，一会儿噎着你。嗯，等会儿找个地方弄点羊汤给你补补这贵体啊。嗯，不不不，拆了，把这给我拆。嗯，该拆该拆，走吧。本斋，本斋，你冷静些。事情这样突然，你让我怎么冷静？本斋，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但你我更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记得那天我通知你光荣入党吗？你早知道你要调走。哈，那天啊，我差点把这个消息说出口。哼，不行，我要向军区党组织汇报，坚决把你留下来。哎，本斋，本斋，你我都是党的人，我们必须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啊。可是抛开个人感情不谈，以公而论，这支队伍不能没有你。哎，本斋，你这话可严重了，我得以老兄的身份给你说道说道。上级党组织包括延安的毛主席对你所领导的回民支队非常的器重，我相信我走以后，他们一定会给你派一个好的搭档，到时候你能配合他开展工作吗？其实啊，这个人你也认识，就是来送回民支队命名机要件的郭六顺同志。郭六顺同志，怎么不满意？好吧，我服从军区党组织的安排。那好，我就没什么遗憾了。本斋，咱们再见吧。不行，我要让回民支队全体战士列队为你送行。不了，本斋，刚结束战斗没有必要惊动同志们，你就代表支队的全体同志，咱们就在此握手话别吧。到马本斋会拿周朝贵开刀，没想到会这么快。在下失职了。不，不是你的错。哎，我让你带去的哈少府怎么样了？可以说神不知鬼不觉，连周朝贵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这是我的最后一步棋了，不到关键时刻不能用。辛苦了，休息去吧。嗨。啊，太君，洗澡水已经准备好了，您现在用吗？啊，刘子君。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马本斋又打大胜仗了。啊？哎，刘子君，你这一生遇到我和马本斋，你也算是个人物了。六子，只知道太君对我好，这才有点人模人样。马本斋对你也不错呀。那都是以前的事了，老黄历了。哎，要不这样吧，我放你走，你去跟着马本斋吧。哎，别别别，太君，我不去啊，我跟着他哪能过上这么安稳舒适的日子啊？我不去，太君。哼，瞧把你吓的，我也舍不得你呀。哎，问你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和马本斋刀对刀、枪对枪的厮杀，你会帮谁？我只帮我自己。哦，为什么？哎呦，您二位都是神仙，我无非是个小鬼儿，我要是帮助了谁啊，另一位非得杀了我不可，所以六子只帮自己。走。哎，太君。李家营子敌据点一个，王庄敌炮楼两座，怎么样？完了。好，去休息吧。是。少府。啊，司令员。怎么样？有进步。这都是司令员教的，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的。不过你疏漏了一个炮楼。啊？那个？你来看，这儿石灰窑镇。司令员记性真好，我马上就补上。少妇啊，其他的事情出现疏漏不要紧，以后还有机会弥补。可这打仗不行，疏漏了就要付出血的代价，知道吗？少府。啊，知道了，以后坚决改。好，休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是，司令员。少府啊。啊。你爷爷那边有消息吗？啊，没有消息。少妇，我们很快就要打进河间了，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救出你爷爷。司令员，您别替我爷爷操心了，也许他都已经……哎，别这么说，去休息吧。是。报告，进来。郭六顺前来回民支队报道。哎呦，郭政委，马司令。哎呀，早就盼你来啊，怎么不事先通知一下，我好派人去接你啊？我没有那么大架子，组织上一通知啊，我就迫不及待的赶来了。小琴到，给郭政委弄点吃的。是。哎，郭政委坐。好。司令员，我带来了军区首长的指示。哦，什么指示？冈村宁次又给山本增兵了。从种种迹象来分析，山本要对回民支队下重手啊。哦，这就对了。这两天我就觉着山本有些不对劲儿。啊，我派出去的侦察兵啊，还没回来呢。山本是你的老对头了，
这次咱们怎么对付他？就在一个字上，走。走？用运动战和他周旋？对。这个山本呢，老谋深算，有重兵在手。我们这次来一个以无谋对有谋，36计走为上，一直走到他恼羞成怒为止。好计呀！哎，政委啊，我这也是无计可施哦。政委，吃饭吧。啊，哎，司令啊，你不来点儿？啊，我吃过了啊，你赶紧吃，吃饱了咱们好走路。哈，用行军来欢迎我？哎，你不知道吧？我马本斋啊，就是这样说走就走的人。听说是听说，就是没想到这么快啊。嗯。警卫员到，通知各中队，今天晚上准备出发。是。嗯，司令员。嗯，你要来个转战千里？哼，只要能剿灭山本，就是转战万里也行啊。这个山本有车可乘，我们呢除了马就是一双脚。嗯，但是啊，我们要跟山本比一比，看谁走得快，谁走得巧。嗯哼，山本啊，如果敢不走，我就用我的马鞭子抽他屁股。哎呀，马司令，打仗打到回民支队这个气概，那真是过瘾呐。政委啊，嗯，我虽然把对付山本的办法定在一个走字上，可是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嗯，比如说战士们走累了，或是走烦了，恐怕啊。司令你放心，我这个政委啊，有两个长处。一呢能吃苦，二呢能走路。我会深入到战士们中间，帮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向司令员你交一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满意答卷。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有信心打赢这场仗。我马本斋会用一连串的胜利来向党组织交一份合格的答卷。父亲又出发了，他千里驰骋，转战冀中，大大小小又打了多次胜仗，而父亲所率领的回民支队无一伤亡，创造了我军历史上零伤亡的神话。秦叔，儿子。秦叔，他是你爹。我是你爹。儿子。爹。嘿。哎呀，想不想爹啊？想。想不想爹？想。这乖儿子啊。你这一走几年，他都不认识你了。嗯。认不认识爹？认不认识？认识。听见没有？我儿子他认识我。哎，让爹亲亲啊。真香。他哥俩风餐露宿几年了，才吃上一口我做的饭。娘，真的好吃。
娘，娘，哎，郭政委啊，一直跟我念叨您呢。啊，郭政委，老人家，您是我们回民支队的英雄母亲呐。郭政委呀，你把我们回民支队的这帮孩子带的呀，个个都是打胜仗的英雄。这支队伍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我打心眼里高兴，高兴啊。嗯，政委，我们出发吧。好吧，就连我都舍不得东新庄了，可是鬼子没有打完，又不得不走。打完了仗再回来。嗯，娘，哎，我们走了。金坡，娘，本斋，你现在是司令员了，好啊，娘也没什么嘱咐的了，就盼着你能打胜仗回来。哎，不管多久，娘都等着你们，哎，等着你们。啊，你啊，情报呢？啊，我这就去搞情报。回来啊！马本斋的家乡，你不该不知道吧？我知道，我太知道了，在东新庄。哈少府曾经献上一计，说如果把马本斋的母亲抓来，马本斋就会投降。这也是我最后的一计了。你现在立即到东新庄去，摸一摸马本斋家的情况，一定要行动诡秘，不要露出马脚。如果马母要是跑了，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明白，明白，我这就去安排一下。回来，啊。你亲自去。是，我亲自去，我亲自去。严队长，我们开始吧。陶泽军，先不要急着进村，分成两队，形成合围之势，让这个村里的人不要逃到别的村里去。行动吧。嗨。你们跟我来。淑芳和金树他们，
不知跑哪儿去了，还有咱罗大哥。你在这儿待着，我去看看去。他爹，他爹，不行，你就回来。好。太君，都不是啊。嗯。你确实认识马老太太吗？啊，我和周朝贵前几年来过东新庄，应该能认出她来。那在这里找不到，就说明马老太太藏起来了。你看怎么办呢？啊，像这些穷回回要从他们嘴里掏出马母来。嗯。哎。告诉我，马本斋的娘藏在哪儿？别碰我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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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你爹哭你不要，再哭死啦死啦的哟！斋的娘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弟，嗯，去。杀人！抬！人生更锦绣。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连队长，她就是马本斋的娘。替鬼子干事，就是汉奸。这样能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是伺机给山本当头一棒；第二，是铲除内奸。好，我同意。